奇怪，他几个朋友跟我之后，像我是先跟司机，然后后来跟他，谢谢。就大概有一个礼拜见，他呢？整车都是烟味，然后没有其他开窗户的。你没有下车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下车。我想说，买完咖啡出来就是好吧。就搭，司机新来的，我们两个一起做，你们干我们的。哎，对啊，没给啦，你对啊，你把那个付钱了。